奥克兰受到暴雨侵袭，进入了紧急状态。画面上可以看到，一栋民宅不敌大雨冲刷地基，整栋房子歪斜倾倒，快要压到前方的一排汽车。而暴雨造成各地街道泡汤，车辆就仿佛行进在小河之间，部分地区水深更是快要及腰。救援人员四处协助民众撤离。奥克兰机场包括国内跟国外航线全部都暂停，就连英国歌手艾尔顿强也受到波及，一场4万人的演唱会因此被迫取消。